我想咧，最近环球股票市场都几大上大落啦，有好多咧就系咁嗌啦，外围嗰啲话，哇，美股泡沫嚟啦咁样。我哋呢边咧唔使话泡唔泡沫啦，系咁跌到跌咗好耐啦，严重跑输啊！究竟咧，我哋嚟紧应该点样部署？阵间要请教下柏玲。